止要沟通，问题勇敢说。谢谢今天我们的同样100位的现场来宾，也谢谢你的收看。各位观众好，我是李思端。今天我们除了现场来宾，当然还有我们的专家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谈的话题是非常的劲爆，您可能不同意，但它毕竟在我们社会上经常每个夜晚都可能在发生，你的看法如何呢？今天我们跟你挑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就来看。美国布莱德大学研究人员针对全球48个国家进行一夜情的问卷调查，结果显示英国是一夜情最多的国家，台湾则是全球一夜情垫底的国家。经过研究发现，女性在最容易受孕时期比男性更容易发生一夜情。据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报道，在中学和大学中兴起的简单交往 Hook Up， 这种交往的概念根本谈不上是恋爱关系，它包括了从牵手到亲吻以及性生活的过程。精力旺盛的青年男女们很多时候并不是想找一个终身伴侣，他们要的只是开心。这种形式的交往实际上已经代替了约会，也就是一夜情。今天就让我们走上街头，进行我们的百人大调查，看看大家对于一夜情的看法是什么呢？请问一下对一夜情的看法？你会想尝试吗？大家都觉得很糟吧？请问你对一夜情的看法是什么？一夜情没有试过。一夜情玩很大，到底行不行？今天就来说清楚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一夜情，我们就按主题，就是一夜情挡不挡得住。不过个人对于一夜情这个字眼，我有一点看法。我先请教孟非跟妈妈哦，你们同意一夜情这个字眼吗？是不是太美化了一点？同意啊，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一夜既然一夜哪有什么感情可言？一夜情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东西，刺激谈不上感情。所以你的定义就是一张妈妈呢？我觉得啊，一夜情我是不太赞同。因为它的潜在的危险性太大了，而且呢，它没有一点感情的基础来做这种事情呢，我觉得你认不认为能不能够称呼为一夜情？一夜情啊，可以称呼。我可以称呼两位年轻人的小巴。我刚刚是一直在看郭妈妈为什么要跟孟非爸爸穿一样的衣服啊？我也这样觉得。该不会他们今天？情绪啊，你让我澄清，要有点感觉的时候啊，我们俩，不是女生，孟非大哥，你干嘛公然的调戏我妈妈？不是调戏，哎，我能够跟你妈妈这样讲，你应该觉得很荣幸，很高兴。也对了，对不对？起码妈妈还有姿色啊。我也没办法做一夜情，因为没有感情基础，没有感觉就不会有，你知道反应。你爸怎么教你的？对啊，你爸都同意了。阿姐，你很逊啊，你太逊了，你。哎呀，什么时代了？什么叫有感情啊？我个人，你看人家说赞，我这里说刺激。哎，你是运动家对不对？你怎么把那么保守啊？好，你们两个等等家庭的讨论，我们等下再进行。我基本上我觉得一夜情这个字眼翻得太浪漫了，也太美化了啊。不，很可能是一夜情的发生就因为一夜无情。那我们现在就问一下我在场的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，请问你有过一夜情记录的，请作答。我们有16位的朋友有一夜情的记录。报告端哥，是他作弊啊？他作弊？你为什么作？哎，你做你的答案，看我干嘛？我一直看他，他都没有按下去。哦，他那个电源故障了。对，我那个有点怪怪的。但我知道你暗示有对不对？三号，小八你没有吧？没有啊，也故障了。刚刚还说假正经，对啊。两个线路都故障了，哎，爸妈们不必紧张，等一下这个问题也会问你们。我来先问一下我们的6号朋友，喂，哎，打电话给你通话啊，喂，有人在吗？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之前在美国念书，你在美国念书，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是有那种生理需求，你也知道，然后就是那种，就是很诚实，然后骗子也不想看了，你知道，然后就会打给朋友，我就说我要去 pub， 然后因为洋妞真的蛮好那个的，所以哪一个、欸，说清楚，不尬，这不是普遍级节目吗？就是懂我意思吗？就他们很开放的意思。对，所以你在一个 pub 认识了对方，然后他去你住的地方，还是你去他住的地方，还是就在带回家了？
要回家了。所以基本上是六号是一个一夜无情的一个例子。二十四号的朋友，我们再听一位。二十四号，二十四号 ，Kevin 老师，你是吧？对，你经常有这种事情。哎，还可以，听起来还可以，没有是还可以，只是六年。我补充一下哈，你怎么你帮他补充？我帮他补充一下，因为他在我电影头上班。难怪他一天到晚跟客人聊来聊去的，我所以你会用什么样的成语形容他的个性？我用生性风流还是如何？哎，禽兽不如。老板要不要爆你的料？我二十三。让孩子啧啧称奇。但是你觉得一夜情在社会上，事实上已经很多讨论了。对，可是我是反对，一定我不想要。所以，你个人有没有一夜情的经验过？即使你是有做的话，也要打死不承认。难怪他一天到晚跟客人聊来聊去的，我就觉得。所以你会用什么样的成语形容他的个性？我用生性风流还是如何？禽兽不如。老板要不要爆你的料？我二十三。爆料！那个不急，等一下还有。我们保留一下。二十二号，你认不认同？不认同，很恶心。哪里？去那边坐了，等一下。我也这样觉得。你的理由是什么？你的理由是什么？我的理由就觉得，因为我的朋友，我们去 pub， 然后就是个男生已经把过我的朋友，然后又隔天又把另外一个我同样的朋友，他会觉得他。所以我会觉得这真的很恶心，会觉得。真的，你是用生理卫生的角度是吧？对啊 ，OK， 好，端哥，你要不要先发给对面的五十位家长那些那个什么镇定剂啊，或者是高血压药啊之类的？我妈妈都快受不了。对啊，我们再听听一来文同学，七号。我那时候是出于报复的心态了，报复，对，因为那时候就是我。以前有个男朋友嘛，然后他就是背着我劈腿，然后而且还被我发现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既然我都不这么不开心，想说去夜店去玩一下好，然后那时候就发生一夜情的关系。我是觉得，既然你都对我不忠心，那我干嘛要对你忠诚这样？对，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就去夜店，然后就像平常一样放松喝酒，可是那天可能是喝多了啦，然后后来就是有跟男生有过一夜情关系这样。然后你觉得你达到报复的目的了吗？我那时候其实后来有后悔，我觉得真的不可以，因为那时候还是喜欢自己的男朋友的嘛，所以我其实那天晚上以后我会觉得很空虚。二号同学，你的看法呢？你的一夜情的故事是什么？我一夜情是，你好，看起来比较凝重一点啊。没有，因为没有在发生。我闻闻看，有一点点。没有，因为我是第一次，是因为我刚上台北念书嘛，然后那时候生日就是会不会想就是很平淡的过啊，然后朋友就会可能帮我在夜店然后开一个包厢，因为我不想狂欢过后一个人回到那种黑漆漆的房间，然后一个人落寞。你把那边灯打开啊。对啊，谁叫你进房间不开灯的？刚进门的那一刹那，对那种感觉，然后就约了，但。也有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女生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就有喝一点酒，然后带了手电筒到你家里，他跟我一起开灯，好，然后你把他带来了。我一方面会担心，就是女生这么晚回去会不安全吗？跟你才不安全，这也不安全吧？他遇到你吧？我之前感情受过伤，所以我没有很想要定下来，可是所以我跟他发生过关系以后。就是我们关系就变得蛮尴尬的，后来还有继续交往？没有交往，就是连就是普通朋友都就是变得会很拘谨啊，然后不会像以前。所以那天晚上的心理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男情女愿吗？还是就是？那就我通常都不会是强求的，我一定就是知道对方也是对我有意思。强求的话，人就告你啊。对啊，强求。
而且就不会在这。我都会注重安全措施，我觉得这很重要，因为是要制造浪漫，不是制造小孩。二十号我。今天节目再播出去，所有的爸爸妈妈要骂你了。你看孩子都这样子，都可以去一夜情，刺激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什么之类的？以后，对对对对，战斗。好了，我的重点意思是这样：大部分会一夜情的，心灵有个黑洞。心灵的黑洞也分两个层次，一个是先讲心灵很寂寞，一个人寂寞不会跟自己相处，就会去找一个人跟他一起玩，这是一个心灵上的寂寞。第二个是身体，我们都绷得很紧，所以当你一到一夜情的时候，两个人身体一奔放，从那个门一打开，开心，哦啊，哦啊，天哪！哎做出来等一下，我没有经验，我先讲，我没有经验，我都是从来这边啊，来这边，来这里坐。我从电影学看到。吴老师，吴老师，我就问你，刚刚有一位同学讲说，他为了报复，一夜情能达到报复吗？最后报复的谁？我跟你讲，越报复越痛苦，因为真正的报复是比他活得更好，而且比他活得更开心快乐。没有你，我也活得下去。对，哦，那个感觉。我们看到是一个时下年轻人普遍的观念，还是真的是我们年龄大的人，难道看到就是这样子变化了吗？其实真的啊，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啊，就是喜欢快一点嘛，喜欢容易一点的东西，所以搞不好这个都就是为什么所谓的一夜无情会那么容易。好，如果年轻人如果有这种看法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就要来探探，谁给他们这些看法的？是传染的朋友的，还是我们的家长们有时候太疏忽，或者我们表现太宽容一点？不，我还养现场。听了这些故事，在座的三位，三四五号，也是我们大家别人经常在不同节目看到的。你们三位当中，有过一夜情的？等一下，你既然握我的手举手的话，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家了。我妈妈都在了，我都感觉了。郭世伦，这是你经常惯用的手法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刚哥，不要看我这个样子，其实你什么样你自己说。就是我外面的给人家感觉是很爱玩、很贪玩，然后很容易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不然问你的店员嘛，24号。你问他，我有没有带过任何客人回去？我看你是一个没有啊，我看你是一个蛮谦和、肯负责任的男孩子。对，没有。其实我虽然贪玩，但是其实呢，因为我一直都是我妈妈跟我住。所以光这一点我就很难发生到一夜情了。哇！但是我曾经看过不是一夜情就是下药的那一种，就等于说是等于半诱奸了，那是犯罪的行为了。对，那是一个犯罪行为，因为可能就是在夜店，因为其实很黑暗，暗暗的。然后如果比如说我就站那个状况是我站在这个女生旁边，我看到他们两个在聊天，然后这女生可能转过头来跟她朋友讲话的时候，那男人就在她的饮料里头下了一个都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嗯，就我眼睁睁看她丢进去。然后我眼睁睁看到这部分，我追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的工作场合，我看到的这种一夜情发生的时候，是多半是男孩子主动还是女孩子的主动？以我来讲的话，我小时候自己出去玩的时候，男孩子主动比较多，但是以现阶段来讲，我觉得是一半一半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小八问起好了。我要问，你有没有过这种样的记录？我觉得我刚刚听他们讲，他们有一半的发生在夜店嘛。然后我在夜店已经工作3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邀约。也没有被下过药，然后我就在想，不是啊，该喝的我也喝了，该玩的我也玩了，为什么我都没有，就是有人来邀请我？因为你扒着回去，糟了。我工作时数算长，晚上8点到凌晨4点，怎么那么长时间？然后又3年都没有这种邀请。你听他们故事有没有吓一跳？其实有，但是我已经耳闻这种事情很久了，而且身边的朋友其实也会发生。然后我会觉得你们开心就好，因为我个人的生活的。slogan 是活在当下，开心就好。但是觉得最重要就是两个要发生一夜情的时候呢，两个人要有共鸣，就是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只是玩玩哦，你不要太认真，你也不要知道我的名字，你也不要知道我的电话。但是我觉得有共识就可以。你知道你今天这他的这种原则你接受吗？大家只要说清楚就可以。一定都是说清楚嘛，对啊，你情我愿，这样才会快乐啊。接下来我们讨论，我们就让我们的家长一起加入这个题目。我们来一个大家共同问你们，听了刚刚很多青年朋友的看法，不论他们的故事是如何，似乎都显示
只要我们谈好了就好了，只要我们说清楚就好了啊，只要我不是存心不良，也就是这个事情似乎不必那么样的大惊小怪。你认为一夜情就是这样的吗？说清楚就好，然后不必那么大惊小怪。看他同意的请作答。年轻人对这个题目保持开放态度是理所当然，但是我们家长当中也有一些保持开放态度，这倒是有些的惊人一点。前面的爸妈先等一下，我先请教我们的11号跟12号，你们两位坐在隔壁，都是赞成这个事情不必大惊小怪的。12号家长，对，这个是不用大惊小怪的，因为一夜情只是一个名词，可是我是属于反对的。这个是跟年龄层不一样，时代也不同。我是来自比较传统的，虽然我有一个儿子，好，那在一夜情这个的话，好像传统上好像女生会比较吃亏，还好我生儿子，谢谢。所以你基本上是反对的，哎呦，有生。但是你觉得一夜情在社会上，事实上已经很多讨论了。对，所以可是我是反对，并不一定我不想要。万一13号爸爸今天约你呢？你会吗？因为我现在长得很帅，不会。不要祸及无辜，好吗？孟非，孟非，13号坐在那边可能不知道自己要。13号，孟非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？对这个事情在一夜情上，你的立场态度是什么？因为我基本上我也是这样活过来的人哈、哦。那所谓的就是说，哎，所以我儿子如果一夜情的话，我觉得是很正常啊，没有什么反对与不反对的哈、哦。那我觉得说，因为，哎，枪法不练不好，对不对？人不及时行乐，虚度光阴呐、啊。那我的感觉就是，一夜情基本上是激情瞬间发生的，它的氛围让你感觉到很冲动。我相信刚刚老师讲的那个一开门，呀，哇塞，哇，老师绝对也有这个经历过这种感觉，有没有？没有吗？绝对没有。那所以你应该要享受一下，因为你光。真的，老师，我是觉得有时候这个不是犯罪行为哦，这不是犯罪行为。两性专家吴娟宇大胆邀约孟非，众人做见证。Oh no！ 真的，老师，我是觉得有时候这个不是犯罪行为哦，这不是犯罪行为。刚刚我们听到一些年轻朋友举他们自己一夜情的例子。他们这经验你都能接受吗？作为一个爸爸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嘛，你尿急了要去尿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认为就是一种生理上的，也是一种就是激情，一种需求嘛。对对对。睡了妈妈呢？我比较反对，因为我觉得哈，这种是性爱啊，中本来就是一种很美的一件事情。如果说你不认识的人，你跟他激情之后，你又得到什么呢？妈、欸，我以为你会赞成呢。我不赞成。如果你赞成的话，我今天小巴已经把我手都举起来了。是13号吗？我们看看13号爸爸，你刚刚卷入战火当中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你的赞助似乎也是赞成啊，你是因为不需要大惊小怪。对，其实就像说之前那个电视台有一个说流行一句话嘛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哇塞，那30年前。是现在新世代应该说是只要我高兴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而且我认为说我是赞成的，但是只限于婚前，婚后的话我是坚决的反对。我刚刚想请问那个我们那个6号同学啊，他有，他刚刚说他一直好像在读书上跟洋妞过有过一。你也有经验吗？爸爸想要洋妞吧？我帮你介绍啊。第二次，刚刚听我讲完嘛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外国的样真的有比较严吗？是，我13号爸爸，你确定参加的节目是对的吗？
你老婆看到不会怎样。因为我支持说，有性行那个一夜情嘛，所以男人就是私性色也嘛。嗯，所以基本上你是一个属于开放型的父亲。对，是的。好，我就请教我们现场的爸妈，请你来作答。老婆在这里。哦，真的。老婆在这里，她是我先生。真的。对对对，那个一夜情哈，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哦，一个成长的一个蜕变。对，那我就是说，有这样的经历也比较。懂得去怎样去选择自己一个理想的伴侣。看起来你们两位年龄不大，我先从爸爸问起，你自己个人有没有一夜情的经验过？不能讲吧？说得好，我刚已经讲了，因为我看你们两个夫妻非常和谐，我相信不会有任何挑拨的意思。我只是觉得你对这个问题似乎蛮有兴趣的，我就问一下。我跟他讲过，婚前可以，婚后的话，即使你是有做的话，也要打死不承认。握手，马吉，我觉得我们因为你承认了，就是成为他一辈子啊来骂你的一个把柄，对不对？这是世界名言呢，就算抓到了也不承认，打死不认了，打死都不承认，说那是。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再开个节目，你们两位一定来。我们节目叫做狡猾的爸爸，没有没有任何意思。还是女孩子还是要有所坚持比较好，比较不会吃亏。如果男孩子就随便他的，因为男孩子不会剩下的。这也是重男轻女吧？对啊，的确有点不公平，这不太公平。那个我常常在省思这个问题。以前那个讲这句话最给我印象最深刻，就是以前前总统陈水扁，他在电视上面就公然的说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但是我是觉得有些事情哈，你的行为要对你自己负责，要对其他人负责，并不是说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。你三号妈妈表达你的看法，一直点头。三号妈妈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我也不支持，而且我也不很反对这个爸爸的论调。嗯。哦，你是反对我们两个了？对。啊。我很坚持这一点。哦，真的。在对教育我的。所以你看你脸色没那么灿烂，你活得不。没有，我只限在我老公、在我孩子、在我家庭里面笑得更灿烂。你最反对他什么？十三号爸爸的意见。我不喜欢就是一夜情，即使是我的孩子，我真的在这方面，我觉得我管教蛮严的。我觉得你在一夜情的当下，你得到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事后你又拥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有一种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场面的临老入花丛，那个才是最厉害的。哎，你说，是的，对，因为现在小孩子心智尚未成熟，通常出了问题谁在负责，谁在收尾，都是家长。可是如果小孩已经到了20岁以上，20岁真的他的问题行为负责吗？基本上啊，我跟你讲哈。因为我的人生的战斗经验也蛮丰富的，对不对？那基本上，如果你的理论，如果每个家长都管得那么好，真的是结婚的那一天呢，男女都是处男跟处女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那时候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性行为。其实我赞成一夜情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而且我觉得这个跟品性什么没有关系。哎，说得好。可是我不是赞成滥情。哎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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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把一夜情当成滥情，而且我觉得一夜情不一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。像麦迪逊之桥，那个 Meryl Streep， 对，或许到我们这个年纪，我们会因为想，可是那个只是赞成，可是我不一定会去做。三号，对，三号没有啊。哇哇，那是外遇，不是一夜情。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哦。夜情可能就是当下那个激情，对对，过后就结束了，那个不是叫负不负责任。我是我的感官。你有一个机会，我们看到了13号、14号，孟非，还有当然你妈妈在场。是，你会最喜欢他们哪一位当你的爸爸或妈妈？老实说，老实说。妈，对不起哦，我宁愿孟非和十四号当我爸妈。但是，我相信我妈绝对知道我不可能是处男嘛。可是她的概念是没有错的。其实我妈给我一个概念是没有错的。
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不可以每天带不一样的女生回家睡觉。觉得越严的父母啊，小孩会越叛逆。真的，像我觉得我的爸妈就是骨子里面。像我觉得，妈妈，你说真的，因为他们会被压抑，他被压抑，他哪一天会需要释放他的能量，或者是那些你知道气？但我觉得我爸妈就是太开放了，就是什么都随便你，然后你想几点回家，你今天想去夜店哦，好啊，你去啊。啊，你我爸，我这样会不会穿太短、啊？不会啊，这样蛮辣的。三号吗？对啊，你讲的这很有道理。像我以前，我老婆管得很严啊，我只要偷吃成功，我就很爽。出来了，那现在，你跟等一下，梦想，你跟你爸换个位置好不好？我觉得会不会要跟你男生拼了？因为那个小八讲的就这样子啊，因为你管得他很严的话。那这个反弹是很大的，像我现在太太，我去哪里去啊去啊去啊，赶快去啊！如果喝酒不要开车啊！我反而我偷吃没有意义，就不敢妈妈一点机会吧，不好玩了嘛。你的小孩会有，你会觉得管了之后他们会反抗很强吗？其实不像你想象的这么严格，我只是说一夜情让我觉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的孩子去做这种事情，我不限制于是别人可以做这种事情。你今天听到很多的年轻朋友对你的挑战，会不会改变你的教育态度？不会不会，我还是坚持我坚持到底，我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。对，一般来讲哈，父母在教养小孩就是要拿捏分寸，轻重缓急要拿捏了。那有关这种性爱的部分，我们做爸爸妈妈有一件事一直在疏忽，我们很少从小在教小孩怎么样爱自己的身体，怎么抚触自己的身体，怎么样在压力来的时候用什么方法释放身体里面的压力，我们都忘了教，或者我们自己也没学过，因为我们要教。如果他们学过，哦，这样做那样做，哦，就可以。讲这个，老师你叫的声音蛮好听的，你整集都在哦哦哎。孟非，等一下，孟非，你四点钟，我等一下要跟你做。想成真，我要给你做教育。哦，很好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互相切磋一下。所以重点就是说，梦想，你要换一个爸爸妈妈，要找我。不要听好吗？哎，梦想，我等一下可以载你回家了。重点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爸爸妈妈，这是我的责任，要教孩子从小爱自己的身体，疼惜自己身体，然后enjoy怎么样享受自己的身体，他就不会去乱跑。他会去找真正爱的人相亲相爱，而不会去找随便爱的人。我们刚听了一些两代的事情上已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了。不过接下来我们想了解，当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压力让你做成这些事情？我想请同学们来作答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认为一夜情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，你会把这件事情拿来告诉大家去讲，然后你觉得是一件炫耀的事情，请作答。这跟我想法有点不一样。有九位，好成熟哦。大家忘了按钮吧？怎么可能？十三号，你认为是炫耀的事情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假如比如说我真的可以跟那种像志玲姐姐那么漂亮的女生，我当然要跟好好的跟我的亲朋好友炫耀一下啊。可是你们，你有没有想过女生的想法？小心志玲姐姐告你。不要乱举例，我先问一下，告诉你，你认为炫耀的事情，就是可能就是展现出，哎，原来我自己魅力可以魅力到，就是说那么漂亮的女生，哎，都可以对我有意思，我觉得这样很好啊。那就是你对自己太没自信，所以你才需要靠别人来炫耀。这是真的，我觉得不必要，哎，对啊，因为对女生会是一种伤害。你是一个没有自信的男孩子吗？不会啊，我蛮有自信的。啊，那你为什么？虽然我长得并不是那么突出，可是我对我自己有自信。你们有别的事可以炫耀吗？啊？对，哎，四丹哥在问你话，回答。没有。哎，我相信你有，我相信你，我只是好奇而已，只是好奇，我相信你有。十五号，你也是暗是可以炫耀的。对，我暗示，因为其实以前学生时代啦，那朋友跟朋友之间其实。只要男生跟男生在一起的场合，一定会讨论。尤其今天你如果带一个女生回家，他们后续一定都会问你有没有发生什么关系。那其实以前会有一种，以前都已经会变成到说，为了一夜情想炫耀而去一夜情。哦，真的啊？对。
我觉得是不一样的。对男生来说炫耀是件好事，可是对女生来说不一定。因为我有认识一个朋友啊，他就是他就是太多一夜情，然后刚好就是在一个包厢里面，原来有半场的男生都有跟那个女生。哦，那么多表兄弟啊，对，然后他们是自己在聊天的时候，哎，原来你也有跟他哦，就这样自己聊天。所以我觉得对女生来说会。人家会带有色眼光看，而且觉得就是很影响自己的名声啦。因为我们活在台湾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价值下，所以我们如果要避免自己受到伤害，我觉得我的做法是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不想要承受那个后果。因为我看过男生喝完酒在那边就是把酒言欢的感觉，然后讲说什么什么女生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会觉得我不想要成为那样的女生，所以我才不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在这个一夜情之后，男女的最后有些差别啊，对，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问一下男女差别就是在哪里。我想请教现场的青年朋友们，在一夜情之后啊，你会觉得有些罪恶感的，请回答。同学，二三号你先讲。说是罪恶感好像是没有，可是会有一种就是结束之后会有一些空虚，就是很空洞的感觉。那时候是就是会去看医生嘛，真的、啊、那对，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会有就都会有那种就是挂号的护士啊，然后就是就护士会就是主动自己投怀送抱这样子、啊、真的、啊、就是你的故事是哪一家你跟我讲好不好？你去诊所看病，然后最后他的工作人员跟你搭上线了，就这样子。是因为他们其实他们都看到电话，所以你后来还是去这家诊所看病，还是碰到对方嘛？对，但是你觉得很怪异了，就是而且他有男朋友。嗯哼，你这样子会不会因此对一个女孩子有不同的评价呢？有，对她评价什么？我觉得还蛮脏，蛮脏的。你会觉得她很随便吗？对，所以你因为我本来以为她是没有男朋友的，然后可能所以一夜情你这件事情，你觉得对男孩子比较吃亏，还是对女孩子比较吃亏？女孩子，你很自私啊，可以这么说。我想请教孟非，你刚喝完水、啊？正在喝茶。接得上我话题吗？我现在就问你，因为我是忍了很久，我现在问你，他的一夜情故事吗？很精彩哦。你自己有没有过一夜情的记录？哦，有。我们一夜情是这样子啊、哦，有时候会觉得晚上之后会很后悔，会有罪恶感，是因为。有时候是喝多喝醉了睡醒了，哇，原来那么丑他那个。我的夜情的故事，我随便举个例子了哈。随便举一个例子。那么多。我觉得你太高级了。我是指婚前。我觉得你可以讲或可以不要讲，你自己做选择。啊，那就说有一次了哈。他想讲。那在台风夜，那么有一个女孩子呢就打电话找我。那这个女孩子是认识的，那就说她说啊怎么办啊孟非，这个我家里那个窗户我贴又贴不起来，那个风很大，电又没有了，怎么样来帮忙。我想说 OK， 那我就纯粹就是说啊去帮忙的心态，就飞车飞奔到她家里面去，哇，真的是帮她修啊弄啊搞啊。然后她说走出来了，孟非老风流，梦想穷很大。台风夜，那么有一个女孩子呢就打电话找我，那这个女孩子是认识的，那就说她说啊怎么办啊孟非，这个我家里那个窗户我贴又贴不起来，那个风很大，电又没有了，怎么样来帮忙。我想说 OK， 那我就纯粹就是说啊去帮忙的心态，就飞车飞奔到她家里面去，哇，真的是帮她修啊弄啊搞啊。然后她说那我一个人睡会很恐怖很害怕，那声音那么大。我说哦这样子啊，我说没关系，我在旁边，我陪你，你睡着我就走。怎么可能嘛，睡着的睡着。哎呦，然后没有修理他的身体了，所以我们声音比台风天还大、啊、到最后，对不对？那是对，所以就是那也算是一夜情了。我当时离开他的时候，离开回家的路上，我觉得很刺激，但是觉得有罪恶感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太太，
讲出来好吗？梦想妈妈了。那但是回到家以后，会想很多，想说这个女孩子会不会从此会缠着我呢？我怎么办呢？哇，这个不行了，这搞得家庭纠纷的时候想太多了。结果过了几天之后，也没有这种事发生了。啊，还会想那一天台风夜的事情。对对对，然后再去找人家，人家就说，啊，也就过了。结果我觉得一夜情高手是那个女的，她认识我，但是一直得不到我。然后说，然后一个台风夜造成了这样子，得到了之后了，然后我又想说啊，又想回味了，哎。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了，不是说我给他的印象不好，他只是说，哎，我得到过算了，不用强调啦，没关系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听得出来这是炫耀我们。请问我们这边的爸妈，当了孟非我们知道除外了，你不必回答，只用举手的告诉我哈，你们过去有过一夜情记录的，愿意举个手吗？哇，这个很劲爆哎，太大了。我们会闭上眼睛，我们闭着眼睛，我们不坦白不老实哦。有过的话，不等于有罪恶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作答一下好了。我们这个在上一代的讨论这话题的时候，前提你自己有没有过这方面的了解或经验？基本上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曾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的，请作答。有过，有没有？三位陪我啊，你们很勇敢诚实，叫活得阳光。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隐私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尊重各位，你愿意讲，我们给你一秒钟。好，不愿意讲，我也不点，我也不点出，我也不点出，点出各位的名字。我们一共有三位，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钟，这三位愿不愿意自己讲？不愿意讲，我们就跳过去了。好，有三位。的确是很少的。其实我觉得这是没有尝试过的人可能会有一些代沟上的问题。嗯哼。那因为其实如果说自己有摸过有看过，那未来你对自己小孩子的教育，对，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封闭。像我跟我太太就常常有在讨论嘛，我就是未来小孩子如果跟我以前一样坏怎么办，或者是说要是生女儿怎么办？对啊。那这你以前坏，她为什么嫁给你？后来变乖了吗？哦，变乖了。我忍很久了，我觉得，我刚一直要切都切不进去，哎，我忍很久了。我从刚刚一直听到大家都说男生女生有什么不同，我觉得这是可能，不是不能改变的观念，因为其实就男生女生都是如果你情我愿的话，我看不出来女生有什么可以不同的。如果我们用那样的标准去要求女生，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男生才对啊。说女生很随便，难道男生就不随便吗？对吧？还有孟非啊，我真是怎么办呢？等一下，老师要约会，摩拳擦掌了，来，对对对，你们要约会，我们要打架。我不是要跟他约会，四点了，四点了，是要去教育他，教育他，教他怎么教梦想。我是看到他，没有，基本上我心里面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生的都是儿子，呀，不一样，所以我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。不是不是，我连养狗都养疯了。有没有飘过？我可以来梦想，梦想，你今天话讲得太少了，你应该讲多一点来教育你爸爸。梦想，你对于爸爸的这位，你看到老师跟他的看法非常迥然不同，对，你看他爸爸的行为一直受到很多挑战，你觉得呢？没有，我先跟对面的很多几岁的父母讲一个观念，因为我们有跟我的同侪讨论过，就是如果以后生女儿怎么办？因为有些人很花，我们就说你以后一定会。会因果报应，你的女儿以后已经完蛋了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不会，与其用千方百计去限制他，去管他，跟踪他，去听他对那个讲电话，那都没有用，因为他们一定有空档时间。我说有女儿的话，所以与其这样子限制他，不如他出门了，你给他一个保险套，我觉得这比较实在，因为他要用，他就是用，你管不到他人。因为我觉得这样走比较实际的路线，你一直骂他高压政策是没有用的。这很棒，如果你妈当年说我出国干嘛给我保险套，我绝对不会偷吃啦。那很好啊，你看我只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哦，很有感情的人。你看他都可能讲出心里话。我可以问你儿子两个问题，好，可以吗？问你两个问题。刚刚爸爸说了一些事情，牵涉到一些对感情不忠实的，你赞同吗？
站在勇敢说出结完婚之后，我是不赞同，不赞同。好，对，结婚之前是 OK 啦。第二个，你觉得你将来的生活方式会跟爸爸一样，还是你有选择不一样的方式？就像我说的，结婚前的话，我不排斥任何的尝试。反而你从爸爸身上看到了事情的真相，所以你反而活得比较谨慎了，在这形象。哎，这不错，一定要谨慎。有好多借鉴。OK 啊，其实每个人人生苦短呐、啊，几十年，每个人的自己的这个。我觉得莫非在场很多父母亲想要问你，你为什么能够教出跟你不一样的儿子？这个还是值得令人钦佩的事情。太厉害。所以我刚跟老师，我跟老师讲，小孩不是教出来的，是他本身有没有这方面的那个基因跟天分的问题。嗯。有些说猪就是猪，笨就是笨，有些是醒目就醒目。两位专家放心一点吗？孟非，孟非，我跟你讲。我觉得你长得这么帅，而且娶了五个太太，这么多的风流韵事。什么五个太太？你不是有五个太太？三个太太。啊，三个太太。五个有用啊！专家，你把你们两个自己都加进去。对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有，我知道老师，老师比较有点激昂啊，因为四点钟的约会。来来来，老师。我的约会是要教你，还有十三号的爸爸，还有十三号爸爸。我这个人接受挑战，来，我们要关心你们。我随时候叫。三人行。我跟你讲，台湾社会为什么这么多的一夜情，就是像这样多的爸爸认为无所谓。台湾是垫底的嘞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全世界的调查一夜情啊，台湾是垫底的。台湾最少。所以我说闷骚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放开来嘛，放开来，对不对？你放开来，如果说你开放他的话。他们就不会去大陆什么包二奶要干嘛？所谓的郭老师，我们来做个题目就可以解决这两个你们的争议，好不好？我们请现场我们大家共同来回答一件问题：请问这种一夜情的行为，是因为父母亲的示范或疏于管教而造成影响？请问，你认为青年人或下一代的一夜情是因为跟父母亲有关联的，是因为父母亲的某种因性影响到他们的？换言之，父母亲对子女的一夜情行为有要负点责任的，请作答，包括年轻人。哎，家长怎么可以不负责任的？我先从同学二十三号，如果有一夜情或是没有一夜情的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父母亲没有跟你说清楚。基本上都没有谈过这些事情。因为他以为你不会做啊。他应该觉得我会做吧？哦，那你事后为什么没跟他讲呢？不知道怎么讲，也不想讲。真的。嗯，好。我觉得这跟父母没有关系。嗯，完全是孩子就是。个人自己心理上面的那个问题，就像可能我的例子也是跟七号差不多，就是也是因为男朋友太花心，所以想要报复男，以报复男朋友的心理。那这就不是因为父母的关系啊，因为你跟你男朋友之间可能有什么状况或是一些相处上面的问题，所以才会导致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。但是我觉得爸妈要负的责任是怎么样做沟通，或是怎么样去开导你的孩子，或是更或是要怎么去帮助你的孩子去度过那一段时期，怎么样之类，去了解之类的。我是觉得不用负责任，因为人其实都是独立的个体啊。今天不可能是因为爸妈灌输你一定的观念，你就一定照着走。因为今天就像我本身也是比较爱好自由，其实我爸妈也算管教的比较严格，对。可是其实我们都已经成年，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思考逻辑，嗯，对啊。其实我觉得。这方面其实去尝试，其实并没有说一定是罪恶的或是不对的。好，我们请两位家长表达意见，一位是强烈的，一直认为父母亲要有负个责任，当然就是我们的三号妈妈。的确觉得父母亲是有些责任的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教育。教育。正面的导向，教育。那我们刚刚要身教，要身教，要身教，很重要。父母亲的身教会影响到小孩？会，直接的，因为家庭的教育比学校教育还要重要。我是觉得这个。父母没有责任，可是父母的责任在于，当孩子在小的时候，你就要灌输他正确的性知识，嗯，还有要让孩子愿意跟你沟通。就像那边同学讲的，就是爸妈要随时打开那种沟通的大门，然后当孩子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才会来跟你谈，你才会知道。因为
我记得七号同学他会说他爸爸妈妈完全不知道他在外面有交男朋友，对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失败的父母。谢谢。好，不管父母亲有没有责任，赞成父母亲要跟子女常沟通的举手吧。好，祝各位都有一个好的一个父母亲。那我是小八，我觉得父母一定要就是像我妈，就有一天走在路上啊，然后我们要去吃饭，就我跟我妈还有我姐姐们，然后我妈就忽然跟我姐讲，跟我们女生，我们三姐妹嘛都是女生，然后就跟我们讲说啊，你们记得要带保险套。然后我们三个姐妹就这样吓一跳，我说妈妈好开放哦，就是妈妈会忽然丢这句，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跟他聊什么，懂吗？其实我觉得爸妈要常常主动，因为其实女儿或小孩，你们的小孩都是听你们，会看你们，看你们做什么，看你们讲什么，所以你们讲丢东西过来，其实我们会过一阵子，或者是不是当下 maybe， 但是我们可能会过一阵子会跑去跟你聊天。说起来，对，像有时候父母要像朋友一样，对对，他就跟你很坦诚，你不要说我就是爸爸，我就是妈妈，一直用那个感觉不对的。有时候像哥们一样，知道吧？哎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他就觉得哎，好朋友 ，OK， 就很 much 的。他直接把他心里面的东西跟你讲，就像他妈妈说丢保险套什么的话 ，OK 啊，他觉得姐妹掏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补偿你一下。在场的同学们觉得像孟非爸爸这种态度，作为自己爸爸蛮好的，举手。这真的是对呀。两位专家很简单的告诉我们，很短时间，很短，很短，跟上课无关，你跟他以后无关。告诉我们今天是一定要沟通，一定要沟通。有个妈妈，她发现她女儿哭哭啼啼，好痛苦，女儿的男朋友劈腿了，那个劈腿的男人有一夜情，所以她很生气。但是妈妈听她讲完话以后，她问她一句很重要的话：宝贝女儿，如果你的这个劈腿男朋友是跟你结了婚，十年二十年后才说我跟外面的人有外遇了，你觉得怎样？还是两三年后你大肚子，他才说我在外面有？还是现在你还没有嫁给他，你就发现他的真面目？对，所以很棒，孟非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你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男人劈腿哈，女人也要负责任，因为有时候在某方面他得不到满足，又不改进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他会不会是你的中意的对象？我才不要他。我们简直是打擂台，不打不相识啊！哎呀，是英雄中英雄。台风夜来的时候，我会叫。台风夜叫我，我是谁？我是最棒的水电工。王老师，很惨的维修。来来来，我还要讲一个垫底的数字啊！除了我们那个一夜情的数字现在还不高，我们还有一个数字是这个假如你有性传染病，你会不会告诉你的伴侣？我们这个数字也是世界最低的，也就是说，只有13%的人会老老实实告诉他的伴侣说，我现在或者我以前曾经有过病。所以，请各位好，各位年轻朋友们，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。你可以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决定，如果你已经成年的话，但是你不要为这个付出太大的代价。其实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，基本上我们对一夜情的看法。不一定啊，基本上一夜情这个情字究竟是有情还是有情无义，但您刚刚讲到一个任何的情感，如果就算有情感的话，就算一夜的话，只有短短时间，还是有两个字蛮重要的，忠实。对，经过了今天60分钟讨论，相信大家对这个事情也有了新的看法，或者是觉得旧的看法，我还是要坚持下去。我们最后就以这个大家的这个共同回答，我们来看看今天究竟对你有没有影响。请问您是不是同意？您不见得要同意哦。请问您是否同意一夜情是一种情感不忠的行为？所以我会拒绝。请家长跟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共同作答，请作答。很难得的，我们看到的年轻朋友有人改变了态度，我们也看到家长有人改变了态度，但同样也有更多人觉得他原来态度就是对的。无论如何，您可以坚持你的态度，但是您要了解别人的态度是如何。尊重可能是一个最重要今天我们达成的结论，是吧？尊重你的感情就会真实。谢谢今天家长们，谢谢今天的同学们。